各位看一下。是。一个。你们要排啊，先排。嗯。然后我们要举步过。举步过也好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给你们看哈。那因为叫泥抹山，所以我们去取的水呢，大部分都是浊的。哎，我瞄一下，它是这个颜色。啊。对，那这个颜色呢，当然就不可以喝，所以我们去取回来的时候，当下呢，就没有办法用，所以我们取回来之后给它摆着，摆多久？七天后呢，里面的泥就沉在底下。啊，看到没？其实我刚这样拿，各位没有看到泥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么浊的水，其实含泥量只有一点点，但因为它非常细。所以呢，它要沉淀的时间相当久，这样了解哈？了解。好，那这个水呢，就是现在在台湾呢，已知有很多地方的泥火山，唯一它含有盐卤的地方，就这里，唯一的，对，唯一有，其他没有。所以不是泥火山就一定有这个含那个盐卤的成分哦。哦，那各位可能有些朋友去过关丹岭，有，哦，关丹，啊，那些呢？我没有试过了哈，但要是有机会，我去试看看，是不是到底也可以一样啊？那目前我们已知就这边的可以用来做豆腐，这样了解吗？